伊迄个蓝太祖的机，安尼变，即摆变成天母夫人。平时咧困的时阵，伊就来甲我教讲脚步、指令、咒语要安怎念。东汉元帅，三太祖，伊爱念机。对对对，啊念起来了后，我有这个吼专任老师就是五年千岁。今日真欢喜下当来到咱云南的玄龙宫。来龙山吼，玄龙宫伊出行的是天母夫人呐、啊。金古夫人也由来是代，观世音菩萨也善呢，变化成慈悲为怀的时阵，有真侪信众呢，因有任何问题啦，因拢来请教咱金古夫人。啊，咱今日吼真欢喜，会当邀请到这位吼一学法师，大龙大吼，但是伊头前拢看过伊的形象，啊，伊本人吼是比电视机大很多。哎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哎，一学法师，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总算圆梦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听我电视机好像看到咧，一学法师，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，也是因为吼，一般足侪信徒吼，解决足侪问题，啊，我今日足侪问题想要请教一学法师，我希望一学法师会当解答我们的心中的困惑，啊，帮助咱的人生呢，对黑白变成彩色。啊，相信吼、哦，咱足侪观众朋友拢已经伫电视顶，还是讲伫即个节目当中吼，拢、哦、来了解讲咱青埔夫人的故事啦吼、哦。那包括伫咧旧年吼、哦，咱伫即个民视吼，嘛、哦、来搬即个青埔夫人的前传。那我们相信在今年，那嘛要来搬青埔夫人的后传，哇，要来很隆重啊介绍。啊，但是咱爱先来介绍，就是讲咱竹南玄龙宫的青埔夫人吼、哦，有别于吼幽宫的即个青埔夫人，哦，咱的灵两条灵是无同的，因为咱青埔夫人吼、哦，啊是伫大概在二十年前啊，由我的外公吼、哦、啊来我的即个宫中吼。哦啊，算来斗三工啊，指点讲，哎、欸，我就是要来克星保护人的金心，啊，来地天台地七工，然后呢吼，来叫洪大帝清治，请叫洪大帝吼派一尊星保护人的先天元灵，落来到这个吼啊玄龙宫吼来玄龙宫来镇住啊，所以等星保护人的这个元灵是安尼来，所以跟咱的吼有别有讲的这个元灵是无同的。其实吼，你若有去注意的人拢知影吼，咱伫幽宫的这个妇人，伊的面是属于墨绿色的啦，啊，咱吼伫竹南玄龙宫，咱的青埔夫人吼，伊的面容颜色是最纯正的蓝色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他当初在跟蟾蜍精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中毒啊，中毒之后就是蓝色啊，蓝色加这个香料受熏之后，加黄色就会变成墨绿色的样子。嘿，是安尼来啦，他的神迹真的太多太多了，真的说不完呐、啊。一学法师，但你一来讲我吼，一两点啊吼，我这信都唔知系六色啊，好啊好啊，反正好好 OK OK， 了解咱青埔人伊的行为甲伊的灵感。嗯嗯嗯。老师，我今日要来竹南玄龙宫，我啊还不过鬼哦。我不过明天人讲你是迄个蓝太祖的机，啊，即摆变成青埔夫人伊的机身。宫中呢有啥物款神奇甲奥妙的所在，麻烦你帮我解说一下。好、哦，看来你当在做功课啦，吼。好，啊啦，其实吼，一玄法师上早吼，啊，我是咱中华万岁三太祖金龙太祖吼，正正的机身，伊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伊是来甲我带领我吼，啊，来学习这个机身。然后伫十一岁时阵，就开始来我教。暗时咧困的时阵，伊就来甲我教讲脚步、指令、咒语要安怎念。所以，一玄法师是叫咱迄个中坛元帅、中坛元帅三太祖、三太祖，嗯，伊来念机。对对对，啊，念起来了后，我的这个吼专任老师。这是五年千岁，五年千岁十二王爷，伫咧咱云林马面山对。五年千岁，你是甲一位王爷？啊，好富王爷，系内底有十二个兄弟，啊，就是好王爷来搞做这个吼啊，专任老师，佮甲我教一佮较侪功夫。啊，一个因缘际会吼，你后来诶、欸，啊来熟悉咱青埔夫人，伊梦中来讲，伊要来救我的肉体，后、啊、来救机，哦、啊，啊来弘扬道法，啊希望啊啊我会当来予伊这个救机。啊，所以呢吼，这个经过这个救机仪式吼，咱、啊、先甲祖先来告别祖先，就是休息，来甲祖先就是甲救肉体，就是咱的王爷，包括青埔夫人，甲阮林家的祖先先来救肉体。啊，肉体救了了后吼。这个叫洪大帝清治，清专机哦，照机专机，就是由太祖万岁机灵转为五年千岁机灵，再个转为千宝夫人的机灵，是安尼转过来。原来吼、哦，一玄法师伊的功夫呢，是讲吼、哦，妙一种的。伊吼、哦，经过咱迄个中坛元帅伊梦授来教伊功夫。教功夫了呢，经过五年千岁十二位王爷，对，都还亲授一挂功夫。所以呢，上天呢，一定该吼，咱一玄法师伊有一个神圣任务来，伊爱来。帮助咱这个人世间，即个一寡信徒一寡困难，因为最近啊，实在经济都无讲介好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更加需要咱一玄法师来济世众人。一玄法师，到目前为止，个人有啥太特别的灵感噶？就是咱有关咱迄个青埔人伊的灵感伊的神迹。
介绍咱观众朋友。金普夫人哦，伊神机真多啦。啊，讲真的吼，人古早人讲一句话，讲过去的过去的代志，就唔爱去提起啊。啊，咱一定爱讲一寡新的啦，老师对不对？上新的news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啊，因为大家拢上新拢了解，不管是这个巡官呐、啊，不管是这只乌色的狗啊、维尼啦吼，拢是咱出自竹南玄龙宫金普夫人手笔来改道三刚刚改叫。啊，老师今麦来过来讲一个更加新的，伫个古年吼啊，就是我们的2022年，2022年年底代志尔吼。那因为古年吼啊，伫咱这个啊、台中市大甲区吼，有一个红发芋头的老板。哦，哎，足有名，足有名！哎，这间嘅生意吼，这蚵仔较是好食。你若到大家吼，啊来找这个红发芋头，甲买一碗蚵仔夹当伊吼来煮吼，煮面线，煮蛋粉上好食。啊，这头家吼，他本身身体吼都蛮健康，他自己也没有去做这个身体的健康检查。啊，突然间吼啊，他就要开车出门去载货，突然间在车上突然间一阵晕眩，就口吐鲜血，然后就晕过去了。啊，尾啊呢，就是这个人家一定甲送去病院，结果是安怎呢？检查起来就是伊嘅心中吼血管内底有一个动脉瘤。拢唔知，拢唔知，啊嘛，那无什么镜头，拢唔知呀。啊，结果呢，哇，发生的时阵，就人家昏昏迷，只住三年哦，已经不省人事啦。啊，伊太太就紧打电话讲，老师已经搞到救护林，啊，看有啥物方法来甲斗三工。所以，因太太伊毋是先卡伊，那是伊。不啦，伊有卡伊，伊卡伊伊球，当然是送你去病院，伫咧中国医药学院了，伊就是卡电话，佮希望讲我等下吼，该帮伊来救护林。啊，你看下吼，一群法师你是比迄个主治大夫吼，更加重要。啊，因为人我都解决问题，当然你嘛要找咱一群法师好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对啦，啊，但是伊就是卡好我好了，我讲啊，我甲护林清洗，然后你听下一只啥来。然后我帮你点一个七星续命灯，那点好你后无吼？续命灯，对对对。较早了解迄个三国时代，对对。对啊好，点好你后吼，夫人就甲我讲吼，阿姨就是刻意的这个金身木变好一只。但是呢，吼更加神奇的吼，咱宫中不是刚好青浦夫人，个另外一尊夫人，伊嘛讲伊嘛要来个斗三工，圣人为夫人，对，圣先讲一定要救这个。对对对，啊，个另外一个夫人是咱的保安夫人。不安夫人，是安那咱玄龙宫这夫人拢愿意跳出来帮咱这个信徒，这信徒伊无非，比方是对咱玄龙宫，还是讲对咱这百姓有啥特别的贡献？因为咱这个红发芋头的头家娘甲头家吼，因拢足好客，而且也很热心，不管是咱大家嘛。啊是咱白沙屯嘛，啊是咱青埔夫人，每一年那都无出巡，为咱南部转来有行到大家的外环道，哦，因两个拢足虔诚的，拢会准备足侪吼，即个餐点，互咱大家买香灯脚，啊是白沙屯买香灯脚，啊是包括咱玄龙宫的香灯脚来相迎，所以呢，秉持的这点，哦，我伫个这个七星。去明灯解点好的时候，我嘛点三盏清香，我嘛跪了，我嘛甲夫人讲，讲夫人啊，保安夫人，无论如何，这个人一定要解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吼真的是很诚心，为我们道教在奉献很多的一些这些啊餐点之类，也在做这个功德哦，所以一定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甲救起来。所以咱夫人就是，你要把鬼门关进前头，信都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吼就很神奇。然后呢吼，伊这个灵疗完了吼，伊这金身物变回灵疗，甲牡丹回灵疗，隔两天也是明指数已经升到10了。然后甚至到现在已经出院，哎、啊，连年前的时候，他买了一束花，好漂亮，然后来这边答谢我们的金普夫人跟保安夫人。所以，你出院的，你干嘛？不是咩会上瘾？你是进来上咱金普夫人，对对，他们讲金普夫人救命之恩，对对对对。老师，别在别在，嗯，我对大众啊千里迢迢，老师你加工这种当硬事，但我都满足咱广大咱这观众朋友。老师，你今天都讲一阵吼，你没有无聊。无了解啦，好好好好啊！其实吼，咱青浦夫人吼，伫咱竹南玄龙宫吼，伫只驻守吼，已经嘛超头尾尾20年的历史啊啦吼啊！咱的青浦夫人吼，显圣救了真侪信徒啊！伫个古年吼，伫个咱的苗栗吼，本县啊，这个本官吼，佮我发生一件更加神奇的代志。咱拢知影竹南玄龙宫的青浦夫人吼啊，伫个每个月啊，拢会降价一届来支，对对对，拢会每个月降价一届来啊，拢是伫个每个月头一个礼拜诶拜五暗时啊啊，落来吼。我咱是无对外来开放啦，啊，因为吼人数伤侪，无法度来办啦。唔得啦，对啊，伤侪啦。啊，所以阮吼，阮有哩就是交代，就是讲吼，咱就是针对咱的公务，啊是甲咱宫中委员的代志来做一个交代，只是安尼。我则想要得到咱政府的照顾，我们爱来报名来做咱玄龙宫的志工。啊，其实讲这做玄龙宫的志工拢足简单啦，只要你有好相亲，只要你卖食毒，只要你有认真咧拍拼做工课，啊，你若迄个心拢会使来遮做志工，阮拢欢迎伊啦。所以。得到咱金夫人特别的照顾，对对对，一年来玄龙宫做志工。啊，这个故事是吼，伫个旧年吼，啊，咱苗栗湾里吼有一个这个吼地价，啊，伊的厝吼拢是新的哦，伊这间厝吼
头尾才差五年，我的薪水。五年的薪水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那可能出现总控呢？啊，这总控真严重哦。结果呢？安怎呢？伊发生火灾，伊伫一个电风扇哦，电线走火，电线走火。因阿公某搁伫工厂咧上班，啊，伊厝的囡仔吼住伫二楼。浓烟呐，像迄个二楼的时阵，对嘛吼？这个囡仔吼，开着开门出来已经袂赴，开的拢是浓烟。伊就门紧反锁，啊，迄个囡仔吼，咱讲即伊嘛吼，啊，应变能力足好个，伊就紧用弹的面布，甲这个门框吼四周甲封起来。对啊，然后伊就走去后壁边啊遮吼，窗仔门开开，伫遐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接着厝边啊吼，哇，拄啊出来，要来出来外口食，阮拄啊看到，紧敲电话吼，咱的这个信徒，头一通卡伊个唔相信，第二通佮别人卡伊才相信。结果回来的时阵吼，火灭掉的时阵了吼，伊发现了一个两项足神奇的代志。两项，对，正经项尔。是两项，为虾米？因为吼，要发生这个火灾的进程差不多差半个月前。然后伊这个信徒有来天龙宫，由老师来甲伊拜八字，八字拜落去，我有甲伊讲过，我讲吼，阿你阿细尼啊，吼，即阵啊吼会发生火灾。结果呢，咱这个弟弟子啊，郑先生啊，伊当作是工厂，伊无去顾着厝的，结果是厝的发生火灾。啊好佳哉，神明有赶到位，为虾米？伊发生火灾吼，伊厝的碰椅拢烧起啊，伫个碰椅边啊吼，不到100公分哦，有一桶酒精。我们都知道去年是不是因为疫情打出来那么多那个抗酒精对，然后不打紧，它酒精旁边的个鬼也会鬼东西，58度的高粱噶威士忌，对，要会啊话题，对，一下就去啊，所以哈、哦、真的很神奇。然后呢，它整个冷气机都烧掉，然后更夸张是伊的碰椅嘛烧起，椅啊嘛烧起，竟然哈那个酒精没印掉，没大劲。无大劲，这个火星甲这酒精压到甜起来。然后吼，伫这个吼，然后咧要一两个月前吼，忽然有降价，这个弟弟子有来，忽然吼每个月降价的时候有送一包这个黑虎的扣银，哎，这扣银就是讲要颁发给伊这个黑虎的扣银，要让伊发财消灾。回去了后，伊将这包扣银放伫对，你知影无？放伫对伊冷气机正下骹聚宝盆边啊。啊！冷气机吼，规台拢烧起，迄火才烧到迄个库面边啊，安怎都烧袂过，就很神奇。科学角度来看，无法代，无可能。对，这里哇，迄酒精依然无崩起，无崩起来，迄真的是建议。真的，亲夫人吼是非常有灵感的神尊，那亲夫人是太子，真的很慈悲啦啊！就咱平时咱做做做，拢看起来干来，对，大咱上个需要伊的时候，咱亲夫人一定挺身而出。